哎呦我天儿，大哥，你怎么把我们的厨师给造了呀？由于上个厨师做面条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给造了，今天老板让我来做面条了。哎呀，这次我得小心一点啊，千万不能让这群小朋友把我给造了。哎，我说小朋友，你们为什么抢我的面条吃啊？你还张了那么大的嘴，你不累呀你？我的面条是给我的顾客吃的，也不是给你们吃的。哎呦，你看还有一个张那么大嘴的，哎呀，千万不能让他吃，他吃就全吃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的顾客呀？我做的这些面条够不够啊？哎呦，果然没够，这样可不行啊，顾客是上帝呢，我一定要重新再给他们做点面条，我可要躲着这些张着大嘴的小朋友一点。哎呀，他们把我的面条都给吃了，顾客再吃不饱，老板都说要开除我了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就放过我吧，不要再吃我的面条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次做了这么多的面条，这下够这些顾客吃的了吧。哎呀，你们等着吧，我马上就来喽。来来来，一人一盘，谁都不要抢啊。哎哎哎，这怎么还是没够啊？哎呀，这人怎么这么多呀？哇，你看他们还站起来为我鼓掌了呢。